睡觉。今天就是画一下我平时画的妆，就是怎么画的步骤。因为之前出的那个视频有很长时间了，大家，可能有新来的朋友不知道，瑶瑶脸上是有这个斑的，看看这个是真的，因为我有时候直播的时候不化妆了，是有这个斑的。先做一个护肤，因为刚洗完脸太干了，我的脸太干了。啊，再讲一下我的脸是有这个斑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我是小时候有晒的，晒伤了，就是奶奶菜地种菜，帮她种菜晒伤了，伤了之后没有去做一个及时的补水保湿，那高中的时候也没有，也不知道涂防晒呀，涂什么的，所以就是晒后也没有做一个及时的修复，晒伤了之后就红了，红了之后慢慢的它就会去长这个斑。还有呢，我后来我自己，上学的时候不当的护肤啊，没有去做补水啊，没有去做保湿，基础的保湿，还有就是后来之后乱弄，乱用一些东西导致的，最后呢就加重了。之后是因为我生完孩子又加重了，因为体内激素的原因就加重了。还有就是你看鼻子这块，就是戴眼镜戴的。戴眼镜戴的是，现在我已经不戴眼镜了，因为稍微有点近视，看我的皮肤不适合去做那个激光，因为我的是疤痕体质，如果做完这个地方，其实我是自己做过点斑，点完之后它的结完痂之后它的就又深了，就是它是疤的那种感觉了，自己乱弄的结果就是这样，就自己不要乱弄，就是基础的补水保湿就行了，就是护肤就是很简单，水乳就好了。但是你们看瑶瑶皮肤，就是除了近距离看，就除了有这个斑之外，我觉得我的还可以的，毛孔也不是很大，然后也是很有弹性的。我觉得大家还就是说我很严重嘛，不过我就是也习惯了，我家里人也习惯了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的声音可能有点小啊，因为他们正在睡觉呢。在这之前，我会涂一个防晒。涂一个防晒，稍微涂一下防晒。行了行了，抱他过来吧，来啦！哎，说话声音吵到他了。大黄上班呢，大黄和爸爸上班呢。你在这坐着跟妈一起化妆好不好？妈给你盖盖，冷不冷？我找这个了。什么？给你盖一盖，慢慢化一下妆，好不好？给大家看，妈妈是怎么化妆的，好不好？嘿嘿，来，好，已经涂完防晒了，防晒就是给它弄一层膜就好了，不要死劲的搓。然后我会去做一个，因为这个地方嘛，有点黑，所以就是把它调一下色，把这个皮肤宝宝，这个亮吗？亮啊，看，腮红涂一下这个位置，好的，有点痒鼻子。早上那花粉症受不了，还有就是给大家，平时我自己用的，这个明色的50倍防晒的一个精华的 BB 霜，挤到这么多，我就喜欢挤到这个美妆蛋上。妈妈要看一下镜子哟。好的，现在坐好，可以吗？眼周的这个周围就是少弄一点点，它这个很滋润的，但是它的其实说遮特别厉害，也是。不是说那么神奇的效果，我觉得也没有特别神奇，都是普通的吧。但是还有一个，防晒，然后还有精华的美容精华的添加在里面，我感觉还是挺好用的。大家可以现在就是看一下，遮完之后还是，其实这是自然光，这是真实的肉眼的一个，还是有一点，对吧？把这边也上一下，用的也不是很多，这个都快用差不多了，没有了，哎，我的这管快没有了。它这个就是很养肤的，我感觉啊。因为化妆有的时候会伤皮肤嘛，这个是有美容液成分添加到里面，然后真的是有点养肤。妈妈在这边呢，宝贝儿，老大在那边呢，就这样。在家催了很长时间的化妆了，再用一个遮瑕吧，遮瑕，因为还能看见一点，对吧？妈妈看一下，看我呀，漂亮吗？这个表情管遮瑕是我在国内不小心买的，不小心买的，发现还挺好用的。大家看看，这个就是真的很遮了，呵呵，这个挺润的，挺好用的。
虽然是国内的一条牌子，而且很便宜啊，我觉得很便宜，很好用啊。你看看，这样的一个效果，好看吧？我好看吗？好看吗，妈妈？但是拿这个美妆蛋很好用啊，也不用沾手，就是这样点一点，点一点就好了。和眼袋有点重，因为刚睡醒，过一会儿可能好一点。好啦，大家看看，就是这样的，近距离看一下，就是这样。其实大块妆做一个这样的一个，先拿一，哦，我一会儿就来啊，你该起来了，做一个红色的这样一个调色。然后再上一个 BB 霜，一个遮瑕就可以了，就可以盖掉了。妈妈，痘痘起来了。痘痘我没有了，痘痘痘痘消掉了被我，痘痘去的。那平时还涂一个，再涂一个腮红，再涂一个腮红，稍微的可爱一点。怎么了？然后我还具有一个，大家定完妆之后肯定会比这种效果要差一点啊。因为定完妆之后，它有一个定妆的一个，它怎么掉呢？定妆之后你看会加深，会又出来了，因为它有没有那个油光了。但是再等一等自己的那个皮肤妆融进去了之后会好一点。就像一个平时的一个妆。妈妈这个有痘痘。我嘴巴没有痘痘了呀，哪里有？你自己给我看。眉毛，眉毛，我这个是自己做的半永久的，然后都掉了，在国内做的都掉了。哎呦，我啥时候能回去做一下呀？哎，我抱着你，我也不得假的话，我天，随便瞄两笔吧。那这边，啊，怎么了？我掉了，一会儿别动。妈妈懂。妈妈把这边画完啊。妈妈就好多。有好多阿姨也有妈妈这脸上的这个，她也想把它像我这样遮掉。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画了。眼影我就没弄，眼影我就不弄了，随便涂。大黄知道了。大黄，大黄啊，大黄。我的爸爸。大黄上班了，我就用这种，一个单色的就好了。这个是那种，亮亮。反正我眼圈这个地方有点黑，所以我有的时候嫌麻烦，我就不涂了。拿手拿刷子都行，这软软的质地的。大黄去哪了？你说，大黄上班了。大黄是爸爸，你得说是爸爸上班了。刷子够不着了，他在这拿手摸着都行，就是这样，很简单，很简单一个妆，很快吧，很简单，很方便吧。平时就是这样。拍一下这个定妆的保湿的喷雾，看妈妈的。好了，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下楼了，这样一个美美的妆就画完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这个是一个自然光线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自然光线就是这样的。啊，我一会儿来陪你啊，头发弄一弄，其实也还可以，是不是？自信了我，化完妆了。其实我都还行，大家看是自然光下是不是好很多？但是还是能看到一点，你看看。但是谁凑那么近看一眼，这么远看的时候，是不是感觉我皮肤挺好的？我先去弄孩子了啊，一会儿给大家再记录，来不及了，上学要来不及了，要迟到了。哎呀，终于收拾好了，今天有点冷，穿上一下外套，工作服的这外套放到公司我自己柜子里去了。哎呀，终于收拾好了，穿一个外套太冷了，里面是夏天的工作服了，现在。我们出发吧，我们出发吧。看一下镜头嘛。